我是个七零后，活得不如一条狗，出门打工几十年，如今还是一无所有。我是个七零后，今年已满四十九，买不起车子，买不起楼，半生已埋土里头。但是我很高兴啊，每天我都要拍抖音，虽然没多少人点赞了，我还是唱的赞见。朋友们听一听啊，再穷也要活开心，哪怕你再赚多少钱了，入土也带不走分文。人要想得开呀，生活才能有精彩。富贵贫穷是天注定，理想就不回来。钱多与钱少呀，只有亲情最重要。一家人在一起有欢笑啊，日子就不会烦恼。